Alright guys， 欢迎回到我调整一下，欢迎回到狗兵的 YouTube 频道。这一支影片呢很简短，我尽量加快，抱歉。最近因为重新开始工作了，回归社畜行列，所以我看起来很倦怠，然后也没有时间来录这个部分。那我现在赶快抽这个时间，然后我快速的把要讲的带过。那综合了整部影片，总共有17则留言，那我发现其实蛮多的，所以呢，我等一下除了抽了一位 PS4 的主要的得奖者以外，我会抽两个备取。那两个备取呢，如果真的争取领走了 PS4， 然后你们没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再另外赠送你们这个网络迷因的一些贴纸，它比较偏狗狗，有这个柯基啊、种子狗、种子猫还种子狗，然后这还有嘲讽的吉娃娃，那就是等一下后面再讲那个关于寄送资讯什么的。那我再来说一下我要讲的部分哦，就是关于这支影片。我还是会使用剪接的方式，但是等一下抽奖会使用 OBS 录影。那抽奖的那个影片呢，不会去做剪接。那其实我后来有想过，不管是直播还是怎样，一定都会有人去质疑它的真实性。因为如果用直播的话，会有人质疑说我选择使用的那个抽号码的参数是不是设定过了。巴拉巴拉，那我用剪接的话，也会有人怀疑说我是不是有故意说啊，这个是有内应。那基本上这个东西自由心证，那没有就是没有，我不会特别去搞这些小手段。那我们就开始抽吧。OK，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OBS 画面，然后这边就会看到所有留言者跟留言内容，从旧到新依序做编号，总共17位。然后呢，我在这边网络上随便找了一个 ToolsKK 的乱数产生器，对，然后等一下就抽一组数字，然后号码从1到17。那在这之前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我在刚刚开相机之前，这边的记录档、都没有动过，或是有其他的状况发生哦，这边都没有。这边 LNG Life Office， 我刚才在看人家实况。对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。然后就赶快来抽。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六号，恭喜。六号是谁？看一下。是我们的烧鱼鸭，哇。烧鱼鸭是不是自己人？我忘记了哦。Anyway， 那非常感谢各位哦。哦，非常感谢各位哦。那烧鱼鸭就是哦，先讲一下联络方式啊，等我一下，我这边开一下哦。那先讲一下联络方式哦，联络方式呢，就是你可以来密我的 IG， 或是到我的 Twitch， 因为我脸书被 ban 掉了，那你可以到IG 的小盒子私讯我，或是 Twitch 的那个私聊。或是到我的，你要在我所有的社群上面密我都可以啊 ，IG 啊 ，Twitch 啊 ，YouTube 这边留言。不过我觉得这有点私密啊，你还是私讯我啊，我也有 email， 你要寄 email 来也可以啊，麻烦告诉你啊，我会通知，我会在这边留言下面通知你们，然后麻烦你最后再寄一个，就是有个可以联络方式的这样子方。让我方便找到你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些人真的会搞失踪。那如果呢，这一位烧鱼鸭你不会出现的话，那我就可能要转让给后面两位备取。那这两位备取呢，我们现在赶快来抽他哦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抽备取哦。那这边呢，抽怎样？抽两组1到17，对不对？那就开抽。恭喜12跟13号，干他妈连号！哎妈，买乐透都不会这么中。12、13谁？看一下 ，Tony 万虎跟伟伟 ，OK。那12、13号你们是备取。那你们如果觉得说这个，应该这样讲，你们现在是备取。然后如果前面这一位烧鱼鸭没有要 PS4 摇杆，或是他没有来联络我的话，
那你们就会是优先的选择，你们优先可以拿到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这里刚刚有说了，在前面开头有说了，另外补两份贴纸啊，两份贴纸在这里啊，一人一份，一人一份。那一份大概是5张、6张左右贴纸。那麻烦也是一样，在 IG 或者是 Twitch 的私讯小盒子也可以 ，YouTube 就不要 ，YouTube 没有私讯功能这样子，我怕你们各自暴露这样子也不太好。然后或是你们要跑到我的虾皮上面留言或私讯也可以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我们六号，我们少鱼啊抽中了我们这次的PS4 摇杆。那希望啦，希望各位就是。你没有抽中也不要灰心哦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难得一次的东西。那提早拿到，提早抽也是可以优先拿到。那你没有拿到的话，你有预购嘛？如果你有提早预购的话，你可能明后年也拿得到啊。那就是这样。那也当然啦，你要退订就退订啦。我其实不会 care 这个东西。只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就是只是一时有活动就疯狂的订阅啊，然后没抽中就赶快退订，就单纯是觉得这样，反正日后开箱的东西会越来越多，那什么时候会再办抽奖也不一定，那大家可以继续留在这里，留在这里的话也可以给我一点点动力，或是让我。愿意播出一点点自己的薪水，或是自己的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如果你们有给我这么，有给我这些动力，然后也许哪天我的盈利又重新开启了，那我也许我就是会想办法用这些观众支持的动力去回馈给大家嘛。那就这样啦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日后可能会慢慢的更新，因为刚刚前面说了开始工作了，你也发现我今天也是一脸倦怠，对，一脸倦怠。但不好意思，真的是很累。对，工作哪有不累的？对，那就这样啦。Thank you guys so much， 然后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记得私讯我，然后期待下次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